啊，一上车。裁判，你摆了个什么球啊？什么叫怪裁判？这边都那种来自由球，给你哈。我直接不耐烦打了，现在。他没谈啊，墨水不得，你们把这给他改了，不要什么三四千那个了，就当时嘛，我也没说多。因为这里做新的链接都要等一会儿才能做好。反正比这人比我们那也就少。嗯，然后呢？分析啊，一说三就成本价比较就上不了。操！跟没见过钱一样。最穷最穷，我现在很生气。我当人家双家要亏啊，老大。太亏了，真的太亏了，这些。现在多远？现在直接1.2万。OK。我拿我黑锅打。啊，我重新打。哎，抢掉就是面儿。OK。你这一局黑的厉害是啊，可以炸了，6-9，可以炸了。